就下 Play， 玩游戏不会累。大家好，我是香蕉哥哥，我是哥哥，我是悠悠，还有我阿呜。阿呜手上怎么拿了一朵花？嘘，你们小声一点啦，太大声的话，他们都不来了。阿呜在等谁来啊？是蜜蜂。蜜蜂？我在等蜜蜂来采花蜜呀，可是他们都不飞过来耶。哎呦，阿呜，不用等，我有个好方法哦。什么方法？就是看我的大手玩惊喜 ，Let's play。今天我们要用吸卡纸还有毛根来做可爱的昆虫哦。左左右右，你们知道有哪些昆虫吗？有蚂蚁、蜻蜓、蝴蝶、蜜蜂、甲虫、萤火虫，还有蜻蜓虫。不知道。哦，你们已经知道很多种嘞。那首先我们要准备好吸卡纸，把它画一个大大的圆形，咚咚，上面加一个小山坡，像这个样子来做昆虫的身体哦。然后毛根呢，就可以用来做昆虫的脚，还有翅膀。你看，好多毛根哦。香蕉哥哥，我们准备要动手做了。没错，那我们现在要请你们帮忙，在这个吸卡纸上面呢，我们要把它涂满很多颜色的色块，选自己喜欢的颜色。好，我要涂金色。那我涂黄色，乱画大色块。记得在涂的时候呢，我要留下眼睛的位置，这边留眼睛好了。好。什么颜色的色块都可以哦，但是要涂满。绿色要涂很满吗？涂很满，不能有白色的地方，就是要涂满，就是要 play。你看我涂到哪个地方了？没问题哦，我们好像很快就涂满了耶。因为今天是三个人一起涂，三个人一起涂了。好，涂满之后呢，我们要用黑色再把它盖上去。把它盖得满满的哦，盖上去。我知道，我们要做刮画。答对了，那我们先把它涂满。眼睛的位置一样要留下来。好，你这样你感觉眼睛是白色的。对，等一下会有作用。把圈圈这个洞洞都补起来。好。涂满了之后呢，它就变黑黑的咯，啾，好黑哦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刮画，来设计它身体的花纹，像是你可以设计条纹型的、波浪型的、格子型的、点点型的都可以哦。我喜欢刮画。那我就来做阿呜喜欢的嗡嗡嗡嗡嗡嗡蜜蜂。好，我来刮蜜蜂。蜜蜂应该是一条一条的。好，我刮的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要用毛根来做昆虫的脚，还有翅膀。准备好两根毛根，然后把它这样子卷卷卷。你们有吃过麻花吗？有，甜甜的，很好吃。它是卷卷卷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把上面这样卷起来之后呢，然后再慢慢的卷，这样子卷，卷，一直卷吗？一直卷，卷到整根卷完。卷咯，好，一起卷咯，这样有点像剪刀。要卷完哦，卷卷卷。我觉得卷完会变很漂亮，会变很漂亮，像魔法棒一样。对，卷完以后你看变得好漂亮哦。滴，我们卷好了，好棒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打洞器在昆虫的身体旁边打洞，一边要打四个洞。好紧张哦！如果没有打好，就有没有洞洞，有有打好。一边要打几个？我刚才说，你们记得吗？四个。答对了。好，换一边。继续都跑出来。要对称哦，比较漂亮。两边的位置差不多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毛根。就绑上去，记得要固定好哦。穿过去多余的地方就可以剪掉，所以可以自己设计它的脚或是翅膀。好，像这样子穿过去，绕一下，然后卷起来。
这样就不会掉了，对不对？嗯，用一次用一根。一次用一根，上面穿过去，下面折回来，卷一卷就固定了。我有交叉的翅膀，这样子吗？嗯，这样也不错哦。嗯，很好。哎，你的很漂亮哎，颜色好漂亮。那就用这个吧。这个就要更小。哎，卷好之后就可以调整它的角度。我的剩好多。哎，我可以翅膀再大一点，这样子到这里。小心哦，剪不断，剪不断我来。好，好了，你的好了，你的也好了，是我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好了，你的也好了吗？只是这边好短了，好短呢，怎么那么短？没关系，每一只都长得不一样。好，可是你看这个可爱的昆虫还少了什么呢？咻，眼睛。没错，我们就要把它眼睛贴到你觉得它适合的位置上。好，那我的眼睛因为我有留位置了，可以直接贴上去。贴这里。喂，这样贴着。有了眼睛以后它看起来就好像有生命一样，哎，就有生命力了，好像真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我的也好了。那我们一起来啊，我们是可爱的昆虫家族。我是呜呜蜜蜂舞。我是大点点瓢虫。我是漂亮蝴蝶。等一下我们就要一起来开昆虫派对，小朋友也一起加入我们吧。左左右右，你们知道昆虫都会在哪边出现吗？嗯，会在花朵上面，有时候会在树叶下面，还有在石头下面，有时候会在树上。嗯，没错。那我们就来做一棵大树，让昆虫有可以休息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。来吧，那要准备好的就是在我口袋里有，噔，牛皮纸，一人一张。我要小。那我要大的。像这样牛皮纸呢，不管大小，我们就先把它卷一卷，卷一卷，卷完之后就用订书机把它订一边，嗯，然后你们都要吗？订住，嗯，这个，嗯，好，订书机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，对，才不会订到手，然后就轻轻的转一转，扭一扭，捏一捏，好像在做一个饼干的广告，嗯，然后。你看，就有点像树干、树枝的样子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接起来哦。皱皱的，皱皱的，像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把它定起来，就接起来了。这样有没有？那你要接在哪里？接在这里。这里好，可以放进去，或折起来都没关系。这里，这里，嗯，你就把它定一定。运用同样的方法呢，不管是大张小张的牛皮纸，把它卷一卷，捏一捏，接起来，就可以做出这么大的一棵树哦。昆虫可以飞到树下休息了。昆虫可以休息了，那我们赶快把它们带到应该休息的地方吧。啊！昆虫休息了。昆虫要去休息了。嗡嗡嗡嗡嗡！哇，在这边。蝴蝶飞飞飞飞飞。瓢虫要在这。瓢虫要在这里休息。那这个是？应该也是蝴蝶。它要去哪里？这个也是瓢虫，它要飞到这里吗？对，好。它要飞到这里。好，昆虫们都找到他们可以休息的地方嘞。哎，香蕉哥哥，嗯，我也有做一只昆虫哦，我要让它到树上休息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我来看看你做什么。等我一下哦。大神，蜘蛛。好哦，蜘蛛不是昆虫啦，蜘蛛算是节肢动物哦。
原来如此啊！这样我知道了。我们也学会了。那我们就把蜘蛛放到它该去的地方吧。我想啊，它应该是在这边。蜘蛛喜欢结网，掉在这里刚刚好。掉在哪里？做一个钩子。你知道蜘蛛有几种吗？我不知道。蜘蛛大概已经被发现了有30000多种哎。昆虫的话就有100多万种，是不是差很多？嗯，好啦，这样子大家都有休息的地方了，耶！耶耶耶！今天我们的大手玩惊喜成功！耶！小手玩创意，前面怎么有一个亮亮的东西啊？你们想知道那是什么吗？请开灯。嗯，开灯了。有看到那是什么吗？那是一只萤火虫。答对了，就是会发亮的萤火虫。好有趣哦，香蕉人，快点教我们做。首先把宝特瓶拿来当萤火虫的身体，再准备一张瓦楞纸来当它的肚子。什么颜色都可以吗？没错，什么颜色都可以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贴好。先把它撕掉。这一边也要撕吗？对，也要撕，可以，你可以先贴一边。先把身体的颜色贴上去。另外一边也可以撕起来。哎，好了，这样就不会掉了。你看粘好了。我们都有黄色的身体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们要准备的就是胡子，胡子，不是胡子了，是毛根。我们要来做它的触须，所以呢，在这个瓶盖凹进来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把黑色的毛根这样子分一半拿起来，然后转一转，固定在这里。要转几圈？转2圈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固定在这里。你就可以变成这个触须的样子，有没有？我觉得触须有一点卷卷的，会更可爱哟。好，阿呜，这个 idea 不错哎，我们可以把触须变成卷卷的样子，或许看起来会不一样啊。那我就用手卷一下好了。那我也要开始做。好，你们也开始。圈两圈，第一圈。第二圈，你看，我用手把它这样卷起来，这样子有没有不一样？卷卷的，卷卷的。每一只触须都长得不一样，好，都有小触须的，然后可以把它立起来一点。立起。嗯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在这个瓶盖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把它贴上洞洞眼。等。两个吗？嗯，一个也可以，就是独眼。还有独眼的萤火虫。独眼萤火虫。还有另外一个眼睛。哎，我的是大小眼呢。是哎。大小眼好好笑哦。好，那萤火虫要飞起来需要靠哪个地方？翅膀。那我们就准备一张深色的纸来做它的翅膀。然后基本上你都描成长长的这种形状，就是翅膀的形状。然后我们可以把纸对折，这样一次就可以剪下2个翅膀下来咯。好，我也要开始。大家用剪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好了，当然。我也好了。哦，你剪那么快。有没有是翅膀的形状？那我们在翅膀的上面这边，另外一面贴上双面胶带，就可以把它粘到瓶子上了。贴上去之前，我们可以用翅膀在这个瓶子上大概量一下位置，这样就不会贴不好了。你可以，你看你的翅膀是要合起来的，还是要打开的，还是要打更开的？所以你大概都可以量一下。那我们既然是在飞，我就把它弄打开的好了。开的比较漂亮，比较漂亮吗？嗯，像这样打开着。翅膀都贴好了吗？贴好了。贴好了。贴好了。当然。还少了几
脚，少了脚。那请问萤火虫有几只脚？有六只脚。六只脚，答对。大部分的昆虫都是六只脚。对。那我们可以用黑色的毛根来做它的脚，一根就可以做成两只脚。你看，么，这个像不像注音符号的么？像。然后再把这个可以一点点翘起来，像它的脚一样。啊，总共三个都要折成这个样子哦。这样就有六只脚，我们就把它用保丽绒胶粘在它的肚子这边。好，你们都做好了吗？做好了。可是，你们的萤火虫怎么都不会亮啊？不会亮没关系，我有法宝。噔噔，荧光棒就会让萤火虫亮起来哦。好，那我就把它放在宝特瓶里面，萤火虫就会发光了。哦，你看，这样子萤火虫有没有在发光了？哇，好多萤火虫哦，都闪闪发亮了。对呀，闪闪发亮的萤火虫，你们想要放在哪里呀？我要放在房间里面，那我要放在厕所。那我要当小夜灯，放在路上。很漂亮吧？所以我们今天的小手玩创意 Happy 关啾，哇，让你们的萤火虫发光了，来妹妹啾，好美哦。你好，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吗？你好亮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亮亮。那我叫暗暗，因为我不够亮啊。我叫点点。我不够爱，不够亮，你们会跟我做朋友吗？会，可以。谢谢你们，我主人也很黑，我也不够亮。大家加油，我挑战！耶、yeah, ，又到了暖身的时间了，音乐。大自然中有很多有趣的昆虫哦，蝴蝶跳芭蕾，一起唱。蝴蝶，蝴蝶，真的真美丽。小蜜蜂去找香蕉花，绕圈圈飞。一起，嗡嗡嗡嗡嗡，大家一起去做糕。点好蜻蜓点水，右点点，左点点，啊前点点，后点点，降落。咻，停。很厉害耶！暖身结束了，现在有请阿雾关主。阿雾关主来了，今天你们都是小蚂蚁，在路上遇到了小水坑，小蚂蚁要经过叶子才能通过哦。大家必须两脚站在巧拼上，移动巧拼前进，从起点到终点，在限时两分钟内完成就算过关。哦，这一关看来好像需要我们团结合作的力量哎，那我们先应该来互相加油打气一下，来，会会不会电到啊？呀呀呀呀呀呀！一二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准备好了没？好，就位就位。拿自己的叶子。好，我的叶子。叶子一人一片。我的叶子。啊，那我当第一只蚂蚁。那我要当最后一只蚂蚁。好，好了。好。计时开始，叶子叶子，加油加油哦！不要掉到水里喽，要小心哦，不可以掉到水里哦。我们合作的很好，还 OK 吗？加油加油！哎呦，再见！嘿，小心小心！我发觉最后一个好像最辛苦哎，我有点轻松。最后一个很辛苦哎，辛苦你了。还是我们推一个下去就不会辛苦。要团结合作，团结合作，没错。还是我们就一直聊天，然后两分钟就过了。好像这样很还蛮顺畅的啊！加油加油！有时间有时间吗？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加油！我到了。
要全部的人都过关才算呢。全部一起。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，给他自己收。时间快到了，你自己来得及吗？加油加油！我们是一个做一个好了，都捡回来。耶！很好，小蚂蚁过关。现在进入第二关，小蚂蚁要运送食物，两个人一组。轮流双手交叉抱球，用半蹲的方式走路，运送球最快的一组获胜。分组时间，黑白黑白，我胜利！哇，我跟左左，好，耶！有有，各就各位，准备好了。比赛开始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哦！回来要记得，要记得哦！如果球掉出去，好可怕哦！比赛，那个，要记得哦，姿势都要标准哦。蹲低低，要蹲低蹲低蹲低。啊，脚好酸哦，这个。哇，看谁先把球运上来就得分了。最不成绩，两队都有在时间内把球运送到目的地，但是香蕉队率先完成。原来当小蚂蚁这么辛苦，不过今天小蚂蚁都表现得超棒的哦，帮自己鼓励一下。爸爸妈妈在家里也可以跟小朋友玩小蚂蚁的游戏，这个游戏可以训练小朋友下肢的稳定性，还有力量。撑住哦，撑住，小蚂蚁跳，小蚂蚁慢慢后退，小蚂蚁旋转，啾，小蚂蚁坐着走路，坐着，不能摸地板。哎，你好厉害啊！看谁先到前面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那么快啊？哎哎，等我一下。哎，等一下啦！回来呀！啊，还会回来啊！就是要 play， 玩游戏不会。拜拜。小蚂蚁睡觉。睡觉。哦，终于可以睡了。要睡多久？起床啦！又要来做工了。又要做工了。我是小蚂蚁，来吧！那我们来跟阿木说悄悄话好了。扫地，扫地，没有关系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玩熊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赶快按下订阅键。那你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吗？也可以看这里哦。